萨拉比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自己？你做我的皇后可以享福，为什么要攞苦来身？为了那些过去了的回忆，以前你爱的国王，我已经向你证明了，我才是真正的国王。道吧，真正国王的力量是要来自慈悲。说到做国王，我这个木法沙十倍，你跟木法沙比简直是不自量力。